密的入口，若会封过两带路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这里另有玄机。其实这密道我也没来过，只是师父曾经告诉过我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还好没记错位置。等等，里面是否有声音传出？这密道到这里果然就宽些了。是巫神女子的声音，这密道现在还有其他人在，大家小心点。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密道中？糟了，我也没想到有人会想走密道下山。这姑娘不像是四象门人，眼神看来也未受妖术所惑，为何会和这些四象门人混在一起？听你们言语，想必你们是听高师兄所说的叛逆一伙。哼，盘天岭被你们弄得昏天暗地尚且不够，还千方百计想上盘天岭的，难道没分面的四象门才甘心吗？小妹子，你搞错了，盘天岭上的乌烟瘴气不是掌门的杰作，掌门就是为了查明这件事，缘由才设法要上山的。少骗人了，高师兄都告诉我了，听说你们之中不乏法力高强之人，或许法术治不了你们，但是我手中的高人就不同了，且让你们尝尝我韩家刀人的厉害。小妹子，我们没有骗你。殷大哥，想必有大师兄对他说的乱七八糟的谎话，我们再怎么说他也听不进去，不用白费力气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先将他打倒，之后再慢慢向他解释，待会大家对他下手轻一些，别伤他性命便是。紫凤姑娘，此计不错，就这么办吧。哎，妹子，咱们这就领教你刀轮绝学，你可不要客气啊。你放心，我自然是不会客气的。这位师兄，请你多找几个人帮忙，到府上。知道了。好，林建平先去拿辉月魂石。是，然后第二阵吧，阴之阵二会有援军。看一下，我可以走快一点。等等哦，胜利条件是什么？击倒韩千秀，所以韩千秀先不能击倒他，我们要留他。不过我们可以很好留他，因为他是远距离的攻击手，所以他不会白痴白痴的去对我们近战造成攻击，然后被我方角色反击死，这点是可以不用担心的。他应该不知道这几款游戏吧？他应该是不晓得啦。如果先下去哪会怎样吗？看一下啊，来得及吗？领取先下去拿那个下面的宝物是什么？下面宝物是巨猿伞。算了，不要了，巨猿伞就放着吧。下一回合就有增援了。我的同伴已经请求支援了，父亲，你快投降吧，否则将尸骨无存的。施主此言未免太过果乱了。对啊，女娃儿不长俺的厉害，才敢这样讲的。韩金秀无言。哦，他没有要动的意思。我们走下去看看好了。领取先下去。可是他下去第二回合都增援的话，他会被打太多血啊。看一下距离够吗？不够。嗯，我知道，一个是上面吧，然后一个是下面这边
只怕被前后包夹了，不过应该还好，不抢啊，他们不抢啊。上官远站后面，嘿，这样子，好，奉盟主之令，前南中马叛徒封寒月。我没有。风姑娘，别难过，一切等我们上船见过门主、脸上老人前辈再说。你们还想平安上山吗？女娃儿别逞口舌之力，能不能上船，我们手上见真章。哇，超痒！我觉得不能让尹建平打，还是让他站后面一点好了。好痒哦！拜托，原本的门派做他们会养这只虫啦，这明显都是妖怪啊。这种游戏讨厌的地方就是敌人很多的时候就要等他一个一个走完，有时候要等很久。好，风魔神道雷神，先把一只干掉。哇，这么凉啊！天上雪舞呢？哦，100，稍微痛一点。好，再来一次。风寒月打右上角这两只。哦，冰起来。好，轩辕超27等。都27等。那就。想一下啊，然后轩宇超直接戳他，哇，还剩一滴，好，轩宇超的话。上官也走这好了，要打一只吗？好，打一只，打得到吗？打不到，打不到右上角那一只法师。那我蓄气，走一个。神圣怕封魔神道要被封到，走这里好了。蓄气，好，
哇，正义会不会被戳死啊？哎呦，被反射放一下，应该就死了、哦。那我就要重来了。这样的话就要独挡了。雷影之术，哇，没撑过去。哇，狙击。所以至少要把一只法师干掉。好 ，OK， 现在快转到这里了，然后人员就没事，然后那疯狂又去戳，戳起来，150，正音就蓄气好了。地狱之书，啊，才4哦，你等级升太高了。没办法，主角被封住了，不能补血了，蓄气。快转，快转！OK， 这样，这样的话，105，这被打一下就死了。走这里。蓄气，林轩秀应该可以被我戳一下吧？超弱的，有够弱。站正应该没关系吧？都挡住，还好不会很痛。蛮痒的。其实不是很想让应剑明打人啊，其实拿补血就够了。这关可以拿古剑龙形的哦。啊，这要下雨了。哦哟。快爆了！我的寒月，太棒了，耶！我可以放法术了，站这里，好，
韩千秀不可以再打他了。找不到。这里。184 ，OK。然后这下很重要，是要让仙羽超去砍两只放大拳呢，还是不要呢？先看杀一只。181。OK， 风寒月死亡就结束了。我比较不敢让真音往前走，真音箱太弱了。163，哇，走不过去，我的灵曲被卡在这里了，动弹不得。我要死了吧？哦，要重打了。哦不！安南姑姑这回合，然后仙羽超先走下面。好，风寒月还可以炸吗？那风寒月站这里可以。我想想啊，他可以放，说可以放两次吗？五打这个好吗？啊，打下面那只好，这只。不是，我打雷个，打雷没用啊！我打雷，他也装到什么经验值吧？现在等级太高了、啊，你看八哎。好，不如不要抢人家经验值。然后，OK， 我知道，在这里。OK， 英华之策，破魔杵打好像有点浪费。
好，七日之书。这雷达的真相。OK， 再来上光月。三光眼就随便抽一支吧。哎，现在你去打四象门人好了。哎，不要，这样。好，赶快，那你去拿宝物。好，就这样。把一只法师干掉，然后 OK， 然后领取，赶快冲出去。29 28 28，凤凰月只剩38的体力和速力，这样。113 113应该可以再挡一下，让我们往前推进一下。应该可以再撑一级啊，理论上是可以，理论上。阴气瓶没被封，好，太棒了，105。OK， nice。230D， 看一下哦。有发射。哦，还好。超怕抽死他的，然后星宇超去前面，风寒月等他们再进来一点，好，领取。被封了，糟糕！最后把上面那个法师干掉了，
他就死不帮人家补血，这很是很讨厌。哇，够暴击的！啊，这么疼，重来。OK， 已经取拿到火铜金甲了，然后零件品，要用爆的吗？要用焚炎之阵吗？焚炎之阵14。OK， 好用。OK， 没意外的话，他们法师应该要补血啊。没意外的话，哇，下大雨了。往前推进。先一招，先不动。好，就这样。哇咧，超痛！哇，我想到仙人超放招式哦，一次砍死一堆人，破魔除。然后风寒月再放一次焚炎之阵，550 OK， 115应该还可以再撑一下，如果对他们没暴击的话应该可以再撑一下。好，这样，哎呦，林建平就等待下一回合。
很闹欸，很闹。哦，好，重来，气死我了。看来可以开始练功了。领取，先去拿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左下角还有一个巨猿伞呢，要不要拿？有点不想拿。但不拿好像又不行。主角还可以再啊，不行，我不能再撑一下了。31等。聚气30等29，好，好，这边练等时间呢，然后练到这边差不多了，然后给风行月收尾。道具都拿了吗？看一下，宝物都拿了。OK， 宝物都拿了，给风行月收尾。哥，对不起，妹子没办法帮你了。想不到我竟然输了，看来他伤势不轻，以仙法回复他的元气就行了。你们为何要救我？我们和你无怨无仇，你又不是妖人一伙，方不着豁出的性命相拼。先把你撂倒，只是权宜之计罢了。怎样？现在知道我们不是坏人了吧？你们的确不像坏人，可是小妹子，四象门首徒之一的风寒月就是我。我不知道大师兄在你面前怎么说我，但我自小在盘天岭出生长大，比谁都担心四象门的安危。不管你现在相不相信我们。到了盘天岭上，见了我师父之后，一切自有分晓，好吗？再怎么说，我败在你们手下，海猫们救我一命，你们要上去，我也是阻止不了。只是，小妹子，你有何为难之事？就告诉你们好了。家兄由于自幼体弱，数年前投入四象门中修习术法，这回我来探望他时，正巧盘天岭上发生怪病。多名弟子莫名其妙的日渐枯瘦，像是被吸干了体力一般，而家兄也在离病的弟子之列。没想到我才离开岭上不久，便已出了这桩事端。然后呢？我向高师兄问起此病缘由，他说风姑娘因背叛师门，被逐下凡天岭后怀恨在心，不但聚众准备抢夺门中宝物，还预先施展阴毒的邪阵，吸取岭上诸弟子的精魄精魂。如此在攻山时便可长驱直入，一派胡言！这种邪法我何时学过了？高师兄还言道，这妖阵威力如此强大，你和众火必在附近，只要能杀了你，这妖阵便不破自解。我担心兄长的病情，于是自荐带领门人下山搜寻，希望能找到你的踪迹。看来妖阵之事不假，定然是有人在盘天岭上弄鬼，吸人惊魂的妖阵非比寻常，咱们都不快阻止对手，不但韩姑娘兄长等性命不保，连我们自己都摸到危险。既然是风姑娘这么说，咱们赶快上盘天岭看看。等等，诸位，可能够容我一起同去？这次无问题。不过你先前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恶徒，没想到这么快要相信我们了。这因为外貌、形式及所言都合情合理，相形之下，倒像是高师兄告诉我的话才是谎话。只是我挂念家兄的病情，心里乱了分寸。才会冒冒失失的和你们打起来。
你关心令兄的病情也在所难免，你就和我们一起上旁听听好了，到时候要帮谁你自己再见机行事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做韩千秀，我韩家独门刀人是岭南一绝，功可其远，乃各派兵的所不能者，虽然我功力尚浅，但总可帮上一点忙。待会想上旁爹岭，想必有难免一场激战，就有劳姑娘韩姑娘出力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嗯，只希望师文他老人家一切安好。好，我们来配一下，先存个档，然后配一下武魂。武魂，给武魂化运，殷建平，飞星神剑，训要65，烈80，烈80，风寒月的话。烈50，训跟神要40，训跟神40，训跟神40，训跟神40，这样。上官远的话是训40，烈60，仙羽超训烈45。神30，紫风没升级，生硬训，哎，地狱之阵是神魔魂吗？哎，那种什么啊？哇，我他们加错了，这样还学得到吗？金刚法轮，鬼神碾破，哦，加错了，应该是我上次加错了，还没擦了，哇，一直打雷，好，就这样，配置一下，大补完给予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喜欢频道，转发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打开，订阅更新，免你最晚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就是看，拜拜。